唉，今天心情不好，去玩点刺激的。本以为我会这样一直掉下去，可没想到却遇见了他。刚遇见他的时候，他站在那一动不动。Hello， 赛季初，我替老马斯给你送点福利，老打了吧？谁？是谁在说话？我在这呢，快把我给打了吧！啊，打你干嘛？你新赛季不上分吗？让你打你就打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我也想打呀，但是我被队友禁赛了，动不了。哎呦，嘿，你好牛啊，还敢炸队友啊？别说了，装备都给你，你把我打了吧，反正我也不想玩了。那正好，咱们俩一起自雷吧。也行。哎，取消，你先取消。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忙？你带着我往圈中进一进，再自雷行吗？小姐姐，你没睡醒啊？做梦呢？你都动不了，我怎么带你进圈呀？旁边有车啊，你开车推我就行。这能行吗？你不会合了吧？没事的，帅哥，慢点就行，最好了。既然你叫我帅哥，那这个忙我帮定了。行吧，你的要求还真挺别致呀，在哪儿不是车呀？你别笑，慢点开啊，帅哥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大不了就多掉点分吧。哎，喂，你现在这等着我，我去前面清人。那你可要快点回来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 sign, a sign. 我回来了，你猜我给你带的啥？哎，人呢？不是禁赛了吗？